小狮子屋呢？睡觉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五只里边啊，有一只明天要去新疆啊，咱说的安排他们抢抢东西，看他们谁是狗王，一直还没安排呢，这不是？五只还没走呢，还没分开呢，咱给他来一个，咱给来个这个啊，看小姑是狗王还是小母是狗王啊？来来来。衣服拿了吧，把这衣服拿了。下边呢？小狮子一比四。哇哇哇哇！哎呀，五马分尸，五马分尸就这么来的。小狮子刚才把鸡脖子给吃，那啥的咬走了，吃了已经，又宰一块。小狮子你太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跟人家抢了，让人家四个吃。小狮子就是不损口，虽然说在这里边没有见过我们小狮子打架，但是我们小狮子抢食那真是一绝，没敢惹，没人敢，没有狗惹他的。嗯，这叫没人敢惹。来，再来个肉。小狮子，小狮子来肉。小狮子吃呢。拽人底下都站不住，打滑呢。这门嘴里都有。你看看他护食呢，小狮子又抢了啊！小狮子，你把你嘴里那个咽下去啊！咽完。你嘴里没咽完。咽。开始了。我们小兔啊，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你看从左边上抢。哎呀，哎呀，他们就属于冷兵的，过去就抢。二牛也搁这叫啊，你扔给他，让他自己吃吧。上抢。呀，谁屋呢？哪天让小狮子跟二牛单挑吧。呀，看这小母真疯狂。你也想坐下？别坐下，别坐。二牛，你牙现在不占上风。呦呦呦！我的妈耶！小狮子还多。小狮子，别给他抢过去。来来来。呀。现在他们鸡架什么的都吃的老厉害了，你说。你想让他们怎么去抢？就是其他的狗嘴里边，它绝对不放封口，是吧？每个狗都能咬一口。小狮子永远战胜风。你看这体型，你看这骨架子，几个了？你？他们平均几个呀？五个，五个，一个狗一个，对，那量不少啊，家人们，晚上别喂了。现在已经扔了三个了，但是你要看小狮子跟那个母，他俩的肚子应该出来了。你差不多就行啊，实在不行，咱晚上就是喂几粒狗粮就行，晚上不喂了。你行，给扔吧，扔了晚上不喂了。这个量太大，咱现在就得以健康为主，让他们疯抢一顿就得饿一顿。再来一个。小狮子，你别吃了，行不？小狮子要抢过来，你给他要过来啊！我嘴里有。和他俩挺和平的。你看小狮子，你吃的都胖饱了。不是，
它嘴里有，它嚼着呢，它不是不强。啊。可算停下脚步了。嗯，马上咽了啊！咽完了之后它就得去抢。哎呀妈呀，家人们，你就看看他们，那、哎、他丢过啥？手上，这个脚。大家人们，你就看他们，就是抢东西特别特别快。小狮子屋呢？还冒热气呢！你别跟人家抢小狮子，让人家俩吃吧。现在小狮子是霸占，吃不了那么多。小狮子，你赶紧给他要出来吧，他肚子太大，让人家吃，让那个小家伙吃。现在是我不找事儿，你们也别惹我。小狮子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对对，给他抢，给他抢，呀，给二牛，要不放这里边，这边放那里边，一会儿消毒还没消毒呢。怎么样？剩了五只狗了，就他们五只，三公两母，照样也是那么疯狂，谁也不让着谁。你要是吃过嘴里边，那都不行，我最起码我给你抢一块。一只鸡架五条狗抢五块，直接分开了。咋了？我的妈呀！谁呀？他俩杠上了。哎呀，都咬嘴里边了。这都咬到嘴里边了。啊？还不分开？吃饱了，终于消停了。嗯，为啥现在里边还有一个鸡架？准备六个呢？五个鸡架。哦哦，吃了四个，不能再让他们吃了，因为那个个这肚子都起来了。嗯。咦呀，小狮子他就是小狮子，你看着粗的。这家伙他自己吃的至少得有一个半。哎呀，他吃了那么多，还没吃够呢。你看在底下还闻着。还要呢，打滑溜呢，底下就是油，一会儿冲一下。全是油，一会儿就能洗一遍这。哎呀，小狮子，你非得啥时候见了主人之后就得五段狮子，我会舞狮子。现在，咱大家也看到黑客和茉莉的，他们两个在后代了啊，一个比一个好，一个比一个凶猛。现在是陆续的都去新家了，咱珍惜这点时间，能看他们。一眼咱就多看一眼啊，要不然等他们分开了之后去新家，咱再看那种场面就没有了。尤其是你，人家说都把你留下了，这咋留啊？你在门要你就自留了啊！你说最稀罕的就是小狮子，要自留了这小狮子，又粗又霸道又漂亮，关键是他不害怕人，特别粘人，你看。你摸别的狗，它有点头大脖子粗的，你看也一样。